去年的深坑多福宴创下开放报名以七分钟就秒杀额满的惊人纪录，在老街席开50桌，相当的热闹。今年的多福宴即将登场，新北市建发局特别举办了深坑美食网络票选活动，精选出12家餐厅25道料理进行大比拼。去年的深坑多福宴以豆腐黑白配为主题，结合了古早味和创意风，每一道料理一上桌都让民众惊艳不已。而在开放报名时，50桌的名额更在短短7分钟左右就全数抢定一空，创下了惊人纪录。从103年起开始办理的深坑多福宴，不但推出的菜色年年创新，年年都有惊喜，更以风街版的成为地方的特色活动。而这样难得的体验，每一年都吸引了许多国内外饕客慕名而来。今年多福宴又即将登场，为了让民众进一步认识深坑美食，新北市经发局特别举办了票选活动，精选了在第12家知名店家和餐厅的25道经典与创意料理，分为前菜、主菜、汤包和甜点四大类。民众可以透过网络票选出自己最想吃的料理，每天可以针对四大类各投下一票，直到9月10号截止时间。参加投票的民众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，奖品内容相当丰富，其中还有50名价值200元的深坑消费券，欢迎民众踊跃上网投票。记者杨邦友、周芳琪深坑采访报道。